也无甲大家见面过。啊，今仔日伫遮，我要简单自我介绍，互大家较认识个。若要了解我，足简单。雅虎甲 Google 拍入去咱个课程表内底写张文燕有啊无？你即马若有个，你甲雅虎、Google 甲你先拍张文燕，但是加两字就好，吼、哦，加两字就好。教授，安尼，我的资料大家会了解，所以雅虎的网站甲 Google 的网站，你拍张文燕，但是你呐，因为张文燕话菜起阿名啦，吼、哦，文章的文啊，燕一个文，下面再三沙燕林的燕啦、啊，或是说早期。蒋燕是很出名嘛，我说他啊，我的燕跟他是一样的，哦，就是啊燕哈，雅虎如果恁大家若有再来，即卖大家输入进去啊，可以了解啊我，迄是大概我的啊那个稍微的一个简历啦。啊，若要阁了解较深入的。可以，111四个一，人力银行啊，四个一人力银行，你个人力银行内底啊，以前就是写世界华人名人小筑啊。世界华人名人啊，小筑了。你哪怕张文燕可以找到我啊？那个时候是去，因为当时候我在大学里面工作的时候了，要我提格言呐，所以我底下写。公态度有心，就是每一个人他赶快，但是你的工作态度会成就你的高低。好、哦、啊，这就是大家共勉了哈、哦，有那、啊、一定成功。所以感谢大家参加人的美中心，当然目标秘书长有跟我们交代，我们未来都是台民政府的官员。事实上我自己在想啦，我的想法就是说，目标是要把政府赶紧去金门，还是马祖，还是平潭岛，这是唯一的愿望。其他都是年轻人啊，比较有能力的人来。啊，我们，我的当咱秘书长去找我的时候，伊的观念很正，这一百我接受，所以啊，去告也是。
希望我来跟他一起来做这个啊，把流亡政府把它结束掉。那当然，当时候从小的时候，我的一个观念，我这个观念就是讲，人死啊，留名尔啦，啊，要安怎留名啊？我迄阵啊，干那想讲，加写几本啊册，放伫图书馆，安尼尔。希望大家来创造这个历史，咱拢看会到，大家来完成这个任务，这就是大家拿来留名啦。安尼好啊，好啊。足甘心，因为我哪会要安尼讲？有个人讲咱是诈骗集团，啊，我会甲大家讲，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我也去过；李登辉国事班，我也去过。当然，那个时候要去参加多次。也是不简单啊，啊，拢无钱呢，来咱家参加都爱钱。啊，第一届我来做江苏的时，哎，啊，那是爱交钱呢。我甲大家同款呢。啊，伊咱那阵来思想讲，嗯，国民实践研究院都免交钱啊，去啊要住啊要几礼拜啊，哎。那个李登辉啊，学校国事班也免交钱啊，去啊便当会给你吃，啊哪会来吃爱安尼？我甲大家讲，我唔知，所以讲，咱大家都头啊都甲讲，感谢大家来参与，拢是在奉献，因为咱没有向外募款。啊，早上秘书长啊讲过，台湾所有的团体都会，尤其是政治团体都会向外募款，无咧嫌讲啊，我够啊，关起来无爱好募款啊，唯一就出到一个医生啦，大家我足听讲。早上秘书长我跟你说过有啊无？我在想他的理念跟我们差不多，真多财团说啊，我派人来参加，他要捐2000万来，秘书长跟他问说这样好啊不好？当然秘书长在试我的看法的看，我跟他说不好，但是秘书长伊那是拒绝，当面就拒绝了。我们不要拿人家的钱，以后都要跟着他走。平安去用砍掉的利益，以便要求这些财团都是这样的。所以，咱是政治团体。有的人向外募款，民进党也同款，国民党也同款，什么党拢同款。你竞选的时拢是安怎？要摕人的政治现金。敢有咧讲有够啊？停起来！这大家要去想，是毋是跟咱同款？咱无要爱。啊，政治迄个做财团来甲咱管，咱是靠家己，一块两块安尼欠起来，安尼来出来咧做代志。即卖要甲大家宣布，可能秘书长也有讲过啊。若要创造历史的，要过来日本的，咱也即个机啊。已经去
皇宫，日本皇宫也这个机啊入去啊，已经三年啊，今年都第四年啦。那有要因为高级班就有这个权利去参加，你如果初级班你还没有啊，人家一问到可能你还搞不太清楚，高级班啊受训以后你有这个权利来自己写自己的历史，也愿意去的人赶快报名啊，还有剩下不多，我们要160位，现在可能是140几位，就是12月20号到12月24号。如果要的人，赶快跟桌里面讲，或跟办公室讲，把名额啊留下来，你赶快去汇钱。啊，38000啊，这个就是我们。拿这个旗子进去，这个是我要告诉各位，我已经去三年啊，现在第四年了，要来，希望大家到顶来，好不好啊？感谢啦，哦，啊，但是因为过去班都通过啊，咱现在是闭幕式，所以咱爱请穿咱的服装，咱的标准服装是安尼，但是爱戴帽啊吼，爱穿帽啊吼。这是咱的标准服装啦吼，因为一个几百位出去都是这种服装啊。这帽啊，那个办公室有多好买，徽章都有多好买。啊，这个衣服啊，那秘书长也讲过，家乐福有在卖，吼、哦，我才3000多块，大家去试身，去下身，啊，我形状拢差不多啦，吼、哦，啊，这爱甲大家讲，拢是乌的。正吼、哦，正乌的吼，你唔好去买普的哦，你还佫经买一座。你若蓝的吼、哦，蓝色的也不行啦，吼、哦，哎，正乌的啦，正乌的啦，吼、哦，不要紧啊，加买一束替我啊。你若讲，哎，你以前都唔知啊嘛，我厝的那几啊束。不敢看啊，啊不敢看的下，咱也才替我穿啊，咱正式，哎，做活动的时，你一定都爱遵守去穿我刚性嘛，哦啊，这个白色的啊鞋子啊，领带啊没有限制，哦，领带没有限制，但是呢去日本。一二三，咱的主席啊，拢送一条。咱啊，主席啊，索尼送，伊拢甲咱传一条啦。啊，我迄阵啊建议讲，足歹势，因为索尼送真正是奉献，做咱的主席真正是奉献。我所感受到的，参加第一次在美国。啊，华盛顿 DC 四季酒店花美金90000多自己付。第二次又要办身份证，哇，咱他敢冒的修？啊，那他敢？因为我们没有向外募捐嘛，啊，那他敢冒的修？美国甲咱讲爱。圣公啊，你要成立一个，给咱做这个身份证的，因为国防部个伊袂使做，赶紧去国荷兰公职，所以伊在成立一个，等于是
副食的公司，但是你要首先要存10万块进去，给他等于是开办会，叫咱来付，咱也足欢喜啊！讲到钱，啊，都大家都莫来笑啊！甲主席讲，主席讲好，10万块美金我付。第二拜，第三拜，去日本，咱上头玩懵懵懂懂啊！啊，叫日本人来甲咱斗三工，伊讲，那他等于是把我们当顾问，但是他是要收费的顾问。好了，要付啊！第一次去也都很顺利，这个棋子也进皇宫了，也都很顺利啊！所以主席个真欢喜，原价讲一半的介绍，伊诶，付过一半的介绍可以。啊，我算算个，伫日本的遐第一届日本遐朋友。拢甲邀请来食饭，我坐伫伊个边啊，伊敢若食饱，敢若都在咧开支票尔啦。日本的一个人去食的费用，伊拢付。我咧算算咧吼，我大概啊开咧代表差不多200-300万。你那10万块美金，都200-300万啊！咁，哎，佫刷落，佫刷落，第二摆佫去美国，四季饭店的费用，那开美金90000几块，所以就甘心，足济人真正伫遮当。自工全部都是奉献，那当然拢有恁来加入，咱的力量搁较大。今晚要拜托大家两件代志尔啦，希望大家转去街头巷尾啊。那各州有宣传单出来，咱就办好去分好街头巷尾，遐亲戚朋友、甲相关的人，甲讲有这个代志，希望因来领身份证。领身份证有一个保障，先甲讲，互伊搁较了解咧，过来。叫迄较有专业的，啊，较少年的来参加受训，因为伊要为台湾拍拼的时间会搁较久，所以干那这两项代志，要拜托大家，安尼好啊，好啊，啊，足感谢你啦！所以啊，有恁啊，咱。成功的希望，够要接近啊！愈来愈接近，可能大家会看得到，一定大家目睭拢看得到这个情形。啊，咱今仔日这个时间是闭幕啊，辞，我就是要甲两天来大家所学习的。所学习的，啊，来甲综合一下，吼、哦、啊，看大家有啥物意见无？吼、哦、啊，我用 PowerPoint， 用放电影诶录影的方式，互大家知影较清楚。卖讲我咧讲啊，这个教授讲甲嘴甲全破啦。因为我伫咧研究生咧上课的时候，我第一节一定要求讲，若要来上我的课，笔电带来，要求遐研究生啊带笔电来啦，是安怎？
我讲到遐，你去唱完，谁看？这就是要证实讲，我讲的是正确的。啊，伫这个所在，啊，我也要甲你讲，我所讲的拢有根据，唔是凊彩我讲讲的。我看咱所有的讲师啊，拢提一挂证据来咧，甲大家解说。吼、哦、啊，所以讲，因遐若较旧的无看到，还是有诶无听到，大家啊，我无要紧，咱过来重复，过来看一遍。啊，我是一个整个综合啦，吼、哦，综合啦，啊，要互大家玩较清楚咧。咱即卖吼。这就是咱新闻的公告，吼、哦，新闻的公告啊，这啊，当时啊，啊，事实上咱那有什么重要的新闻公告啊，拢去上网，在网页里面可以查得到了，啊，实际上啊，秘书长啊。拢有讲过，拢有讲过。咱来读《证监法》，有两个特点。第一，咱来学习一下，好不好？第一，占领不得什么？啊，占领不得什么？遗传主权，就是日本这一块原来日本的啊这一块的土地，美军来轰炸啊日本投降，那么叫啊蒋介石来接收，那就是美军占领啊来代理接收，就是蒋介石他。不能就地合法，他一定要回去哪里？一定要回去金门、马祖，或是啊平潭岛，就是他的土地。这个美国都是按照这个规定在做。哦，啊，过来，那么我们所说的。流亡政府不能什么就地合法啊，占领不能移转主权啊，这个时候日本啊，现在中华民国希望把这个主权啊，就是把它转让过去，就是占领不能移转主权啊啊，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因为李登辉。他要把台湾说怎么样会审，就是说他要流亡政府要就地合法，所以他这样要会审，美国说不行、哦啊、再来那个咱那个叫做阿扁，他说那这样的话不行，那这样我要参加联合国，啊，参加联合国必须要四个要件，大家可能大家拢了解嘛吼，四个，爱有什么土地、人民，爱有政府，还有外交权，四个。阿扁说整理一下送去联合国，被联合国严峰推荐，阿姨呢，无了解啊，伊讲阿无安尼啦。在我们这里来举办一个公投，这里美国说你是麻烦制造者，有啊无？他说你是麻烦制造者，因为他也不晓得不清楚，他敢不敢说我不能做到的其他的人也不能做到啊，他敢不敢我弄清楚了，你没有土地，因为这个就是等于啊占领嘛，啊占领的话啦，
就不能改变主田了 你要现在流亡政府说要变你的主田啊，这个是台湾是他的，所以最近啊，一直这个故事还在演，还在啊发生。那在我们的主张啊，这个是我们的主张，大家上啊，我们上课的第一堂课都啊都有已经我们的主张啊跟立场，我们。因为美国告诉我们，我们是要以什么？要以无缝接轨的，要我们不用武力，不用暴力，啊，和平转移，啊，和平转移啊！当然，我们这个它是政府啊，要他们流亡政府要去啊，我们将来。啊，接棒，这个时候是什么？我们的宗旨啦，我们的宗旨是什么？这是我们的宗旨。什么事情？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官员没有任期制啦，当时候在定啊。在参议院跟众议院在定这个啊，我们台湾啊关系啊基本法的时候啦，当时啊有的众议员提出说，我们必须要加一条任期制度啊，到时候后来否决了，等于是说。你这些官员你做得很好你就一直做啊，你做不好做一年做不好第二年做不好就换人了，说不定做一年不好就换人了，因为我们你所做的是不是达到我们的目标啊？为百姓设想为人民福利，如果是这样的出发点来做，那你可能一直由你来担任政府的重要干部，如果不是马上换掉了啊，这个要告诉各位，大家心里面有一个准备啊，大家都蛮高兴的，受训完了参加各种集训以后啊，你也可以去选择你要当什么职位，但是你的出发点要重心要在这个地方，一切都为人民来设想。举一个例子，高速公路都做好了，他们现在说啊，为了加速快一点不要收票，那么就把这个权力啊转给财团，财团只设一个扫描器，由财团来收钱，这样对不对？绝对不对。到时候如果交通单位的人，你就要去思考了，不对的全部要把它怎么样？这个给大家去思考。我只举这个例子，为什么流亡政府的设施政策都考虑到财团？去这样想就好了。连那个收票员啊，原来都讲好的。要转介到哪里去就业的都没有啊，没事了啦，财团等于是背信。如果真的官员愿意为百姓服务的话，马上停掉，没收他所有的设备，
把这些钱啊，这些没有分配职位、没有去工作的人，给他们花工作津贴，啊，这样才对嘛，这样才有 power 嘛，要不然你这些政府是什么，是在做什么？我在大家都忘掉了，马英九开支票说他的竞选活动里面啊，国民所得啊，跟啊这个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他的心想要怎么样减半啊，他现在要考要结束了，敢来减半？这个啊，足奇怪嘞！啊，这一类专立派委员，还是这啊做啊，遐民粹也好，这遐大家拢掂掂啦，拢无咧个直直用。啊，即马要选起啊，伊讲减落来薪水，公平正义，伊认为讲安尼歹势，即马甲减落来，即马要讲安怎，搁要搁发啦，啊，搁是政策买票，啊，甲公务人员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预算的啊规定，都违法的，伊那叫安怎？通过用行政命令啊，把公务人员调薪，这都是不对的啦。如果可以为所欲为的政府，又不要跟人民做事，那人民真的是吃亏。像黑油啊，那么啊，这些一直在发生。所以咱在社会上的 这些领导阶层的人都没有发起说政府没有跟我们做好，我们为什么要交税给政府，他去领我们的薪饷，有这样的想法吗？都没了。 他怎么会怕啦？薪水照拿啊！我再讲一个例子给大家知道。以前咱跟南非吼，很好，是两个都是有，因为是都两个同病相怜 啊，所以两个邦交都很好。他们来看了以后说：“哦，我们不错呢。”高速公路都是有设这个收费站的，以前南非没有这个收费站的了。啊，过来这边去参观以后说：“你们现在啊又用设扫描器呢？”他们现在的政府想到了，他们在约翰尼斯堡跟普利托利亚也设了这些扫描器。这个是他们的总统预备退休以后他的私房钱，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但是人民60%拒绝缴，到现在还没有结果。人民的团结的力量真是有力，因为没有领导者出来，应当也可以跟政府谈判啊。讲一个不好听的，我们税捐照交，你没有跟我们做，没有跟我们把关，你要说你要来叫我们去吃这些毒药，那我们为什么要钱给你？讲一个不好听的，要不然你们的主办这些相关部门的公务人员全部减半薪，减完了半薪改善了，我们再缴税。
这个以后的观念啊，可能就是这样。人家先进国家经济并不很好，新加坡的公务人员曾经减过薪，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马英九他自己又承认要减薪，到现在反而增加他的医疗费用，这些真的是不一样就不一样了。好了啊，我们大家清楚了，现在这个信息啊，要跟大家，如果你在国外有亲戚朋友的话，你如果在国外有亲戚朋友的话，愿意来受信，专门这个十二月份啊，在西方国家啦是假期啦，利用假期回到啊台湾，在台湾啊民政府啊参加受信。那么我们这个就是特别开的，希望他有在看这个啊那个网络的话，那希望也你通知你的朋友大家来参加，希望先报名，因为啊本地的啊住在啊台湾的人民啊，他们也有要来报，但是国外优先，因为国外是他的假期。我们都希望这个时间，因为我们的容纳量啊顶多500个，现在已经40-50个报名了，所以要告诉你在国外的亲戚朋友，他希望可以在这个啊，时段可以回来，那8天7夜，那么啊，赶快啊，用电话或是啊，用啊 email 来报名啊。希望，因为我们没有媒体嘛，啊，就是要靠大家用网络的方式去传播。啊，也希望台湾海外网把我们这个信息啊再把它登出去，使啊我们在海外的那个台侨能够来受信啊。这个就是特别利用这个时间啊，也跟大家啊报告。好了，那这样有没有在国外朋友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在国外有的啊，再拜托你们啊去跟他联系一下。好，谢谢。好，好，谢谢。这个我想上课的老师可能已经有给大家看过或讲过，有没有？有嘛哈？啊，有的说没有，没有关系。有的啊，那一班啊，初级班有的没有看到，或是我们有的老师，或是你刚好啊到上厕所没有听到，大家再看一看，这个是什么？啊，流亡政府的全国法规资料库。那么这里面是什么？这个是把会啊总统令，它是2003年1月29号这个令，国防部总啊政战啊政啊政治作战啊局条例怎么样？删除了，废止了，
很多啦，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哦，不是我也随便讲讲的，这些都会吃啦。再看看，哦，这些都会吃，这些都会吃，啊，好的，再来，这个也是。啊，若要带回去去甲你的亲戚50介绍的话，你会使翕翕的，啊，大家足方便的。啊，无你就去骗啦，去上网去骗。哦。哎，不然咱吼，咱即马吼，拢咧节省能源啦，吼，节省能源。你安尼发落，大家也要讨，大家要讨，我感觉能源浪费吼。咱啊，手机甲翕一个，啊，转去就开来互看，吼，啊，足济个啦，啊，足济，啊，你会知未？唔知哦，啊都讲百姓无多。我讲八成，都无法度，咱无法度，真正。头70年，要到70年，甲讲，我以前做医官，来讲皇宫大陆去，啊，定咧杀猪拔毛。即卖讲，两相好啦，中啊，迄、那个做国军、共军就是中国军啦、啊。真的，我脑袋错乱。真的，我脑袋错乱。我们感受很深，我们当时候我要买飞机，我在学校里面我也捐款捐最多的，在我们学校里面，当时候在买，中美断交要买飞机啊，大家捐钱啊，而我的感受是什么？我们教会里面。在基督教的教会的教义上啊，你赚的钱要拿1/10，就是啊，1/10就10%嘛，要奉献，对不对？啊，大家检讨看看，你有没有做到？我也思考这些问题，我也会尽量去做啊。当然现在。都全部啊，精神都在我们台湾民政府都全部奉献的。哦啊，这个就是说，啊，我66岁，大学退休，又到一所大学当讲座教授，搞到71岁又退休啊，都到这边了。啊，这些我要告诉。啊，大家就是说，我现在还好啦，还好啦，哦啊，所以说，一定要自己要做的更有意义的事就对了，等于是差不多了。我们人生到这个年龄啊，差不多要回去了，要回去以前要做的要更有意义的。阿莲，大家到打拼好安哈。哦，谢谢。足济啦，吼、哦、啊！大家那个药物啦，啊，就是讲，因头拄啊，你去迄个做啊，全国迄个做啊，迄个网站吼，迄个法规资料库吼、哦，去上网去看，吼、哦，而且拢写啥？中华民国嘛。龙虾虾，中华民国。好、哦，足济啦。
我即马过来讲这个代志。咱前李副总统即马几岁啊？92啊嘛吼。伊少年的时，我去头40几岁啦，啊，我去受到日本教育，30多岁、40几岁，搁去美国去摕学位，回来啊，伫日本啊，李登辉自由会很强，他的组织是全日本都有。啊，伊92岁啊，伊去台办，这个去大阪啊，去发表9月1日，说日台命运共同体啦。这对什么？台湾的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啊，所以唔只讲啊，日台啊，跟那个台日啊，命运共同体相连嘛。啊，别个甲大家讲，咱秘书长是咱的啊，总统讲啊，我甲你介绍一个何瑞元，美国啊。你该去研究，用你的政见战争法放在台湾的地位看看。啊，秘书长接到这个信息，讲好，伊就找朋友找到何瑞元，啊，大家去遐研究，研究起来讲。悄悄来讲，大家来告美国总统啊！迄阵啊，听到我听到讲，啊，这都那告美国总统，我都好告，告会成啊，台湾就倒啊！迄阵啊，的想法是安尼啦吼，足辛苦的呢，秘书长足辛苦的，安怎足辛苦？出去拢爱坐啦，苦苦的嘛。像请律师，讲安怎讲？你150万台票先回来，我的口座，我才甲你看，甲你算，啊，才来告。安尼啦，外国咧打官司是安尼哦，钱先传来啊。啊，我啊足感谢咱一个同心啦，张明贤，伊是伫嘉义啊，迄阵啊是农民党的主席啦。秘书长甲讲，伊讲哎，啊你爱钱哦，啊我也无钱，好，我田园摕来银行压，借150万，互你去过。写8次都没有一批呢，愿意房产拿到银行抵押钱借出来给秘书长去告。你看，咱台湾民政府的动心吼，真的是天佑台湾啊，唔叫今仔日。那要讲起来吼，实在足济牺牲奉献。啊，成立啦！阵我迄阵啊，当然我做老师无遐济钱。秘书长讲，哎、欸，啊来出150万，哎、欸，那有可能？一个，迄个若无钱，摕餐盒去银行压、去告，八字都没有一撇。即摆若讲告落啊，高等法院已经安尼判决啦。咱甲知识分子讲，恁会相信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啦未？
啊，那听袂落，他不是高等知识分子了。讲得较歹听的就是安。美国的法院，你不要跟中华民国的法院排在一起了。啊，中华民国的法院，那个徐立德就安尼讲啊，法院是我们开的，你要怎么样呢？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你不相信？我很多的同事，我咱接触的拢是我高等知识分子，甲讲，他不相信，啊不相信，我说啊，你这册吼，拢白读的啦。咱去接到讲啊，你都要去告啊，咱啊去改到三工。去迄类，但是个性啊，啊，这就是事实嘛。所以回去，你我甲问，那高等知识分子甲问，高等美国高等法院判决的，你要相信啊无？啊，那讲啊，无相信啊，迄外国的无相信啊，无相信，迄条要阁讲个歹讲啊。哦，这个都是铁的事实啊，咱遮无多啊。一寡媒体啦，各方面啦，注射啦，创啥啦，讲啊，这无影无一只啦，拢会安尼啦，吼、哦、麻醉我们啊，这个现实讲啊，我们这样现实就好了。有诶，甲我讲，张教授啊，啊你背足呢？讲我背足啦，我甲讲吼，因为这款代志吼，我家己去查过。较惨就拢种诶，怎啊？种在台地埔诶嘛吼。啊，到尾啊，讲咧都市要整建啊啥啦，迄、那个埔诶拢捡捡起来，拢浸透去啊嘛。啊，我有去看阮诶黄金翁啊，黄金翁啊内底啊，干那两个啊，写唐山祖啦，两个翁啊。听完几十个案案，找不到唐三妈了。啊，有唐三祖、唐三妈，我真的是背祖了。找不到唐三妈呢？啊，马街啊的啊医生林玛丽做 DNA 的研究报告。台湾居民啊，百分之要到几啊九十几啊，拢是平埔族的啦。啊，人有根据啊。啊，为什么我找不到唐三妈？我们的习惯，阮查某孙啊咧叫，讲叫我去坐大位啦，讲无故都要来坐大位啦。啊，这是啥？甲中国的习惯敢有安尼？无啦，这就是平埔族的留下来的习惯啦。所以，阮老母死，啊，叫阮阿姑来封顶呢。安尼，我是啥物中国人？我唔是啊，我是平埔族的人啊，啊，这就是这个状况。伊甲讲，我是叛族，我们都是中国来的，但是蒙白下清河县啦、啊，清河啦、啊，姓张的都是清河堂嘛，啊，清河嘛，啊，当然这个就是他们什么都可以伪造。四月一号，下面见。四月一号是愚人节啦，啊，那边讲愚人节，因为日本天皇在1945年四月一号实施啊，那个明治宪法在台湾，台湾选出三个众议员，五个参议员参加东京的国会。他已经把台湾的居民当作他们的日本人，
而这一块台湾的领土就是跟日本是不可分割的。那么再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死的放在日本的靖国神社，咱我拢有去，去遐去甲拜，真济动心去甲遐，目屎念念过啦，讲因阿叔、因老爸、因个虾米人，我伫遐啦，安尼到底？咱是什么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好啊。迄阵啊，我叫阮老爸叫学多少，叫阮老母叫卡姐。伊甲我讲：“好妙，好妙。”啊，我是那日本文言吼，叫做“好米希口”，好米希口。啊，伊简单叫迄老爸老母来修。啊，可能较好叫讲好命好命，啊，这乃是事实啊。吼、哦，啊，当然受教育，告诉我们说反共大陆啊，杀猪拔毛啊，啊，起码讲两相好，真的是使我错乱。哦，好、哦，啊，这就是要给大家，咱要来吃，就是要来了解。台湾的真相，咱希望爱甲大家讲，真济我去参加吼，我在国外去参加一个90岁的啊，等于是朋友啦，也可以说是我们。流亡政府派到海外经济部的最高单位的人，他在那边退休了，90岁，他家里面小孩子办请客，邀请啊地方啊处的人去参加啊，我也被邀请到了，在他的宴会里面啊，我感受很深。安娜感受很深，他的孩子也都是在美国，已经也是教授了，啊，他在啊南非是第一家华商啊上市公司的啊，等于是执行长，他的儿子，啊，他这个是老大，老二就是在啊。也是美国知名大学的教授了，他问提出来问，他说他在台湾出生，在台湾读书，到美国读大学研究所，在美国工作，他去美国政府问说他是哪里人。美国跟他讲说你是中国人，在台湾出生、哦、啊，在台湾出生啊，美国跟他讲中国人，他也在美国的时候，他又跑到中国去，中国看他说你是台湾人。啊、他很纳闷啊，美国说他是中国人，他跑到中国去，他说、啊、中国说他是台湾人，他就打电话给问他老爸说我到底是哪里人，因为他老爸是撤退以后、啊、在台湾结婚生子，他老爸跟他讲说你是流浪的中国人，流浪。所以啊，我感受很深的意思就是说，看他的传记啊，因为
他也写传记，他的传记去参加的人每一个都送一本他的传记。我翻一下，他也是在做公益的，所有在台湾把他陪住的到当官员、啊、然后在国外当经济部等于经济参事、啊、办台湾厂商去那边演、啊、展览，然后厂商请他跟他合作，他不愿意说官员又跟他合作违法的，他就怎么样，他就请他孩子出来跟他们合作，成立一个公司在拓展啊，非洲的市场也做得很好、啊、这个几乎都是台湾的资源啊，贡献他，但是最后他的回馈啊是在桂林，他我看看他的传记最后里面他的奉献、哦、都是回馈桂林他的老乡，他说他的啊哥哥啊72岁了还在桂林。我回想一下，哦，原来他当时候打一个电话给我说要我去桂林去设厂，哦，原来是他的老乡，我才清楚，要不然我也不晓得啊，看到他那个啊传记我才知道。所以几乎他们的思考都是什么呀，在啊中国啊中国啊，这个有时候、哦、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也所以要体谅，为什么选择父母没有办法去选择的，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我们只是说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啊受惠，你应当要为这个地方奉献才对嘛、啊、当然你现在在国外了、啊、你是奉献那边、啊、当然这个是我们也可以考量、啊啊、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自己不打拼，什么人要打拼给你啦、哦啊、这个例子也要跟大家讲哦啊、这个都大家互相勉励啦、哦啊、互相我们真的 又到国外去。我再讲一个小故事，他我拿一个我们外国的官员来的片子我带出去，他是国民党高层处的执行委员党，他跟我讲，一碰到我说、哦那个李副总统啊，李秀莲李副总统啊，他现在啊组织一个要把台湾改造为瑞士台湾。哦，他听到说哦很好，他捐了100万给他。我说哦，你这样很不错 啊我这个给你看看，他说好，他也是拿回去看啊。问题在哪里？他说在他们开的那个国民党最高层的那个执行委员这会议里面，他出来就啊在骂说哈，我们都是执政党的这些啊立法委员啊，为什么搞得法案都没有办法通过？他就这样那么指责，哦，说马英九和王金平怎么不好怎么样？啊，他说他擅长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年纪又更大一点的，跑到旁边跟他讲说：“哎，你讲的都很对。”啊。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说他不了解说你本身整个国际地位跟国际状况都不清楚，
台湾的真实历史也搞不清楚，所以伊那迄钱吼，我乌白用了。当然，我跟他讲说，也赞叹你能够啊回馈台湾，那是很好的啊。但是如果执行的人把你拿去乱用，没有真正这样做啊，我想希望能够李副总统能够听到的话啊，也希望能够把这些捐来的钱要好好的运用。我们再去回想柯P说停掉过了，他预算超过的部分又没有用完的捐给慈善机构，真的是我们从到现在一个政治人物是这样做，我们值得去钦佩他。大家想这个问题就好了。所以青年哦，不贪污啊，不贪钱，很难得。我们台湾民政府一定是遵守这个原则，一定彻底去执行哦。说不定你来当公务人员，到时候抓去打屁股的就是你，你自己要还神。我们有没有真正为人民在做事啊？如果有这个心，那个我们耶稣也好，神也好啊，什么都好，一定是帮助你的嘛。所以很多有的说先知啦，有的说他们的啊那个啊所信的啊那个道子啦，都托梦啦，都用什么方式啦告诉他说我们一定是成功的。这个我要告诉大家也是100%啦，绝对是把流亡政府赶走了，就是时间上啊，在明年应当是春天就会看得到啊。嗯，好，那我们再来看准备的哈，他在东京的时候，他怎么讲？不能把国家的生存权交给别人的手里，这个是什么意思？生存权交给别人家的手里，这个就是他在这个是在赞扬。那么安倍晋三，安倍晋三把这个自卫权啊，我们他把自卫权啊把他解除，以前他说只能够自卫了，不能攻击，他用行政的命令把他废除，所以他也是在赞扬啊。只要他已经蛮清楚了，是不是他已经很清楚了，他的想法已经跟我们早期说，秘书长在找他，他说：“哎呀，我死了后，你才去公布了。”当然，这个就有偏私了哈。他不希望做流亡的总统嘛。但是前几天在中正大学，他怎么讲？他说。要把流亡，他说不讲流亡，他说外来政权啊，要把它结束，外来政权要把它结束，他已经都很清楚了。最近大家如果有在看报的话，那大家可以翻一翻，这个都有在报道的。
好了，这个也是最近的。如果流亡政府不走，国防部就在总统府里面嘛。啊，为什么国防部迁到大直去？思考这个问题啊，大家去想啊。您看，我们这个是现在的报道啊，啊，思考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要这样做？美国告诉我们，我们要两个政府，刚刚开始的时候，但是不是这样做？我们还在观望，哎，就是一个是啊，美国啊，那个我们金政府辅导下的台湾民政府，还有一个是流亡政府啊，所以要和平无缝接轨嘛，是不是？他已经会腾空出来一些啊，给我们用。啊，这个很难讲啊，哦，或是给美军用，给好，类似，大家去想象空间啊，哈，哦，啊，因为这个是报道哈，不是我瞎掰的哈。后来看这个啊，6月16号，自由广场啊报道啊，那么这个。这个金溥聪刚回国的时候啦，啊，跟马英九提出说，大船离港啦，啊，我小时候啊，都讲什么，大船入港，大家很高兴，有面粉啊、牛奶、奶粉可以拿，啊，现在说怎么样？大船离港啊！这个自由广场说要航向何方？啊，去哪里啊？平潭岛，的确是平潭岛。哦啊，这个给大家去思考哈、哦。啊，这个就是到现在应当可能不敢了啦，已经都破功了。有时候中国这个。这个标题也是报纸上所标的，不是我自己创的，说中国玩阴的啦，玩阴的就是比较怎么样啊，手法不正嘛，不正当嘛。那他怎么样在联合国啊携带附件宣传有钱收服台盆啊，打压我的主权啊。我们看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第一个我要分析给大家，应当是2009年11月15号，习近平当时是副的总书记去美国，美国告诉他了，他已经知道了，跑到日本来拜托他们的外务省希望见天皇。外务省跟他讲，你要见天皇半年就要安排了，不好意思，我们没有办法跟你排啊。他又打电话给美国了，美国说好，他跟你安排见到天王，跟天王讲说现在中国的经济比较好了，也比较有钱了，他想要来买台湾澎湖了啊。天王跟他怎么讲，很不好意思了，我们祖先到现在都没有在卖东西的了，
啊，谈话没有二十分钟就再见了。他已经很清楚了，所以这一次跟奥巴马又在北京会谈的时候了，秘书长有讲，以前都是台湾是他的核心利益，现在用什么？依照台湾关系法。那台湾关系法大家都晓得，是美国参众议院通过的法令。那台湾是美国占领啊，美国占领啊，日本啊，天皇有所有权，这个应当都很清楚了。哦，这个是跟啊，他要来之前呢、啊，要来，他为什么这样要给？因为一百几十个国家，有的也都搞不清楚啊。他附在附件里面呢、啊，他要用联合国表决的方式，大家投票。他如果去跟这些非洲地区的国家或落后地区的国家说，你跟我投一票，说台湾就是啊中国的，我跟你盖一条高速铁路在你们地方，这个也等于是要买的嘛。啊，小国家他也蛮高兴的啊，那台湾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这个是来什么？因的天佑台湾，一定是天佑台湾，被啊拆穿了啊，一拆穿就没有效了，见光死嘛啊，这个大家都清楚了，这个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地方，平潭的地理位置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是美国跟中国讲好的。这个地方给流亡政府啊，不想回啊中国的时候，他能够在这个地方给他安身立命啊，因为这个地方到现在可以用台币，你的证照，台湾的证照你都可以用啊，车子啊也可以通。但是礼拜五的晚上，秘书长告诉我们说，台币在中国不能用了呢，对不对？有没有这个信息？啊，大家查查看哦，大家问问看哦。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因为这个要讲的话哦，美国做事都有一步一步的安排。早期孙立人事件，大家年纪比较大的可能了解孙立人事件。孙立人事件，他是麦克阿帅把他叫到第七舰队上，告诉他说，这个老蒋我们不可靠了，把换掉，请你来代理。老蒋的这些带来的这些要安排在菲律宾，已经跟菲律宾讲好了一个地区给他安身立命，都跟菲律宾讲好了。哎，后来怎么没有？后来孙立人很聪明啊，也算是蛮忠诚的，去跟老蒋讲，老蒋说好啊，那你就软禁了，没有把他砍头了。有没有这个事件？有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啊，这个是什么？因为南韩爆发以后，所以这个就好了，给你们台湾，给你去管了啊，你跟我买武器就好了。最近啊，
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哦。还发布说我们还要向美国买武器，有没有这个信息？这个就是什么？一定是要求美国啊，不要叫我这么早走了，我在钱要钱，我有钱再给你们再买武器了，就是这样啊。现在讲回来，中国也怕，因为一话已经签了，两国不是啊那个敌对战争的啊敌对情形已经和谈了，所以美国跟他讲，如果他来接管的时候，这些不愿意留在台湾的啊大陆来的这些朋友要回去中国，希望你们安排一个地方。如果你没有安排，到时候有的跑去山东，有的跑去啊桂林，有的跑去四川，有的河南啊去福建啊青岛，乱七在那个地方都在跟你起革命，那你就很糟糕了啊。都来住这边啊，很方便，现在都通航了，定期航线，用啊定期航线啊，这边也有定期航线，这边都有定期航线在跑了。那你们在那边在乱，他这个地方把它炸掉啊，你们在这边乱没有关系啊，你们在这边搞革命啊搞什么都没有关系啊，等于是一个好管理啊啊。所以他是什么开花嘛，大开花啊，做什么再来新建嘛。现在来换啊，我们拜托我们的啊同学哦，换这个影片给大家看看哦。两岸海上航运有新的航线，从福建平潭岛直接开往台北港的全新客轮今天上午举行试航，预计在明年初就能够正式通航了，到时候从台北搭船到福州的时间将能够缩短到五个小时以内。在满天彩带跟热闹的鼓声中，航行于台中平潭之间的海峡号客轮庆祝通航满周年，这位福建台商成为幸运儿，海峡号的第100,000名旅客。不过在平潭码头的另一边，这艘丽娜轮才是今天的主角，因为随后他将要第一次直接开往台北港。元旦前后啊，这是我们盼望的，希望能够这个时间来开通。我们预计可能会突破340,000人次。尺寸比姐妹船海峡号大上一截，全新的丽娜轮不但载客量高达800人，还可以同时运送335辆小汽车。根据业者计算，以这艘船36海里的时速，从台北开到平潭只需要3个小时，再转陆路运输，总计5个小时就可以从台北抵达福建省会福州。越来越便捷的交通，更渴望加强两岸企业对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关注。TVBS 新闻李宏、庄志伟，福建采访。好，那我们再来看啊下面的啊，当然这个是共同经营、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嘛，就是凸显台湾特色。好，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看一个片子。那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丽娜轮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
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不过说他寄出年薪两三百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络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综合报道。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影片。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采。好，那大家看到这个有没有什么心得？事实上啊，他们的教育啦，因为我在国外也十几年哈，啊，有上海的朋友也出去啊移民在国外，啊，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问他们，他们小学的时候的那个教科书啊，都写得很清楚，说中国会比台湾落后，
是什么原因？因为那个蒋介石把中国的黄金都带到台湾来，啊，所以他们从小就有这个思考。所以你到中国去，刚刚讲的，有华丽造华丽，没有华丽啊，违背中国政策都判输了。什么叫做违背中国政策？啊，我是仲裁人，我也参加北京的仲裁延期会，我举手问他们人大的法官说，为什么台商在中国打官司都败诉，就是说违背中国的政策都判输，啊，你要怎么办？就是乖乖的嘛，啊，所以奉劝台商有赚到钱赶快规划一下，把钱尽量送啊移出来，啊，到时候有问题你就可以绕跑了，啊，这个就是本土台湾人啊，有的时候为了贪些利益啊，把生命都啊玩掉了。好，我想大家都清楚，我想这个因时间上的因素了，我们这个啊不再这个给大家看。好，现在呢我们来告诉这个，在四月五号我们太阳花的活动是在什么时候？三月三十号嘛，哦，大的开始是大的活动是三月啊三十号，50万人，世界各地响应，加拿大、美国，还有日本啊、澳洲，还有啊世界各地都有侨界年轻人站出来，真的是美国也吓到了。所以他这个是主管亚太的，赶快把这个信息啦放出去，说美国支持台湾的自治啊 autonomy 啊，就是什么一个台大的教授啊问我说，你们认定这个自治是什么？我跟他讲说，我们这个自治啊，是像加拿大跟英国啊联邦，就是因为有大英国协一样，我们就是以后啊就跟日本国协，台湾就是台湾啊，那么是在日本国协之下的啊情形，也就是等于现在的加拿大跟澳洲啊相同，类似这种情形。哦，他说啊，那他知道了，因为所说的这个自治啦，是上面有人的自治啦，因为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永远不可分割的领土，用战争没有办法取得，买卖还可以哦，所以他会用阴的方式啊，会跑去跟日本天皇说他要来买台湾，不要用打仗，打仗也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也不可能主权啊就是你的。哦，这个就是要给大家知道啊，所以这个都很清楚啊，美国也都蛮清楚的。
好啊，我们再来，这个也是要告诉大家，行政院啊，被这个啊，等于是太阳花闯进去以后啊，啊，这个教授也跟着进去了。啊，进去以后在抽屉里面发现了这一张。啊，这个有没有夹的？有没有？这在抽屉里面发现这一张，这个就是我们流亡政府最高行政单位的公务员都在造假。他这个说什么？至少要点击五次了，这个都是在造假嘛。啊，如果没有点五十次的话了，啊，你是啊休假啊休假啊休假啊就没有点，没有关系啊，有点了他打勾啊，是这个不是在造假，公务收工如麻如啊那个太多了，就是啊公务很杂很繁很多事，但是叫公务人员，这个算是高级公务人员呢，在造假呢。啊，你看看，我们缴税给他们去造假来欺骗我们。啊，这个美国的啊教授也是很难得哦，他能够看懂中文也是不简单。这个是辅大的教授。啊，就是从美国聘来的美国啊，这个也是报道啊，不是我瞎掰的，都有证据哈。好了啊，这个啊很多演变啊，就是马英九执政以来啊，都一直在用这些手段啊，那么他吓了一跳，世界啊，以太阳花的响应啊，依照太阳花的响应啊，大家都站出来，哪些财团要把这个黑名单啊送回来？啊，当然这个以前马英九是在做这个事嘛，他在啊美国都是做这个事，啊。好了啊，这个当然有人在这个报纸所写的啊，说海军陆战队要留下来啊，怎么会被裁撤掉呢？啊，这个他说啊，把强的啊抬掉啊，留弱的哈、啊，这个是啊报纸上的啊报道哈，不是我所讲的。当然，这个是美国跟他，事实上啦、啊。中共比较不怕啊，国务院。中共比较怕他的什么啊，国防部啊？为什么比较怕他的国防部？有一次啊，那个美国的侦察机被迫降在海南岛的时候，当时国务院请他们交机。教人啊都不理，国务院就跟他们啊中共讲，那这样啊，我把这个 case 交给我们国防部去处理，国防部就下达说3天之内你必须要有回应，没有回应等着瞧。没有到一天，说原机啊都你们来处理了，带走了。国防部一出面，他们就说好了，都处理好了，可以你们带走啊。这个例子就是要告诉大家哈、哦，那国防部啊出面，因为国防部当时候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哦、
这两个我们旁边的这两张照片啊，是我们国防部里面的啊一位送给我们的。他跟秘书长怎么讲呢？跟秘书长说，你有没有看到美国的将军星星掉下来过？星星啊，美国的将军啊掉下来过，把它换掉了或什么啊？他说那个参啊，那个等于是国务院跟总统都在换呢，将军没有在换的呢。他跟秘书长这样讲，啊，秘书长告诉我们，这个只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是美国军政府下面的单位，军政府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这个就是也要跟大家讲一个这个小的啊秘密啦，也一个机密啦，等于是啊，因为大家都可以参加考进所考试啦，啊，这个等于是要来测验你本身对于华理的啊认识到什么程度。这个发证书的哈，这个发证书的有发证书哈，考过了以后等于类似我们华理的高考了，哦，等于以后可能啊都是一个条件嘛。你年轻的时候，你刚好现在能够拿的证照，赶快拿。真的，越来一定会越不好考的。哦，这个是要大家注意哈。12月6号还有在考啊，这个啊，通过的人士啊，参考啊，报考的人士不要花钱哈，都可以来考。哦啊，这个告诉各位哈，事实上啊，这个等于以前大专联考的考试啊，也差不多类似这种方式嘛。你当时候大学很难考啊，不是现在啊，百分之录取率10%差不多10几而已啊。哦啊，这些我们这些的话呢，也差不多了哈。啊，给大家看看，有愿意来试试看的，来报名。哦啊，考上了，你愿意去当进手，也可以来参加。啊，你不愿意啊，你留的以后留的用，都有啊很好的机会，这个给大家参考哈。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哈，题目啦，有200题啦，要怎么写比较时间会把握得住？先是啊，选择题先写1到80是是非啊，再来啊就是选择是啊1到120，就是加起来是200了哈。加起来是200，但是你选择题选择，因为选择题一定有答案，所以你思考一下，写一下。是非题啊，就比较，但是要注意一点，是非题前面讲的都对，后面只有一字错，那一题就错。不是我在审核高等考试的题目的时候，我是高考啊成本管理会计的审题的一个啊教授，我在审的时候啦，都看前面对，后面也应当对，
不能说前面对后面错，那这个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在检查这个题目的审核的话，必须要把它修改。我们不是啦，我们是要提醒你到底观念是不是正确。所以说前面对后面不一定对哦，哦，你要大家知道啊。如果前面对后面错的话就打错啊，所以你去看下来就可以偏差比较容易嘛。啊，这个没有啊，这个也有答案，但是二分之一的后燃力嘛，没有时间你都很快说哦，五分钟要加了，但是你有二十题啊，或者啊，它只是一到八十题嘛，你有二十题还没有，你就可以用全部都把它签下来。那当然也会有一点机会嘛，哈啊，这个就是告诉说啊，这个考试的纪念谈呐，哦啊，如果愿意来的，大家欢迎来报名哈。这个只是告诉你怎么去作答，怎么去啊？用题库啊，啊，题库就在那一本，那一本就是题库，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一本，好好好，哦，那一本也有是不是？还有一本啊，啊，我不清楚，还有一本解答哦。好好，那因为我们再看下来哈。很快我们就那个大家去参加，哦，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出去都100多位，哦，都是100多位啊。你看我们这些旗组第一次去的时候啊，他们的报纸啊把我们这个啊旗子啊全部涂红的啦，报纸报出来的话啦，都是他们的旗子啦，啊，这个都把它涂红的，这个都涂红的，这个也涂红的，啊啊，再去我们抗议了以后，没有了，报纸，我们这个旗子都可以出来了，所以他们日本有的人还是啊，那个啊，他们有啊右派还有左派的。报纸里面，啊，大部分，啊，都是，啊，左派的在控制，所以他都跟你做手脚，哦，这个，因为为什么我会写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啊，日本当时候年轻的，啊，前两年前日本的学生有来，年轻的有来，在上课的时候了，我只能够用什么？用这个图片，啊，告诉他，你们想一想看，啊，我们这个旗子能够进到你们皇宫去，啊，到底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啊，我请问他们，啊，所以他们也可以体会到，这是日台共荣。啊，这个讲过了嘛，哈，啊，这个12月15号，哈，啊，这个讲过了，啊，这个民商也讲了，啊，当然以前都是核心利益嘛，啊，现在变成什么，啊，现在变成依照，啊，我们台湾关系法来谈了。啊，这个有的人都没有看过了，这两个旗子一样不一样？他跟美国讲，你们美军进来了，要叫我们走，我们不走了，我们改民政府，我们用这个旗子了，就是这样，啊，这个在这边，这个用这个，哎，有人说。那我安内啊，啊，这你们合成的啦，啊，这个会合成吗？我告诉你，千真万确，他们就用这个旗子。
这个也不是我去刻的，这个写什么？这是蒙白嘛？蒙白嘛？系啦，系啦，系啦，啊，这就是安尼啊，啊，所以讲现在教育部啊，说我们的首都啊在哪里？讲在南京的，真正系看得贵。教育部啊，上咧讲啊，哎，啊，都一片的，紧片啊，哦，啊，这你看教育部喊的，哦，啊，这。这东西，安尼，让大家去思考一下，吼、哦。好啦，这种时间上，咱这个身份证，搁放给大家看一下，现身说法，已经100%是正确。好，现在啊，几分钟啊，就把它看完。好啊，麻烦。这个就是他们刚下飞机，刚好高级班啊，初级班是56期闭幕式的时候了，啊，刚好下来，我就请他们来现身说法，啊，用这个身份证，啊，在美国使用的情形给大家知道。应该因为吼、哦，这里就是吼、哦，请人来报告吼、哦，他真实的。议长、秘书长、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7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一放进去，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说，灰熊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二，二变成五，难怪我们高沙就说1、2、3、4也不知道1+1=2，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多谢各位。好，大家想一想，从这啊初级班、高级班，你们的感受怎么样？你们经过这个啊
的信念以后啊，我们所提供的这些都是证据，不是我们自己去创造的。所以大家拢有这个责任，咱大家来完成咱的这个工作。所以回去要拜托第一介绍较少年的有专业来受训，第二啊，请亲戚朋友赶紧来领这条身份证，一定有对大家帮助足大。你那是或者有携带，你有身份证，咱的政策是绝对为啊生出来了后，甲大学所读的学费全免，这是咱的政策，咱的政策一定会做得到。歹势，你若唔来认同，唔来办身份证，那你就按照流亡政府留下来的制度去缴学费。所以这那是一个利多啦，哦，爱甲大家讲，因为先进国家对自己的未来的主人翁啊，都要付出啊奉献来培育啊这些人才。所以德国伊个国家遐强，伊就是安尼做啊。所以真济较好个国家，咱拢爱去啊模仿。你下摆若想要做多一个单位个执政人员，你爱家己去搜集，你要去做这个单位个世界上进步个国家，因此安怎规定，你安尼来收集以后，安尼做就对啊。感谢大家，咱今日开始结束，多谢。